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增一阿含经卷第十七，乾隆大藏经小圣阿含部第539部。父亲三藏檀摩难提议，四地品第25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当修行四地之法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出苦地，亦不可尽，亦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第二苦集地，亦不可尽，亦不可穷，说法无尽。第三苦尽地，亦不可尽，亦不可穷。第四苦出要地，亦不可尽，亦不可穷。彼云何苦地？所谓苦地者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苦、所欲不得苦。取要言之，五圣因苦是谓苦地。彼云何苦集地？所谓集地者，爱与欲相应，心恒染浊，是谓苦集地。彼云何苦尽地？所谓尽地者，欲爱永尽无余，不复更造，是谓苦尽地。彼云何苦出要地？所谓苦出要地者，为贤圣八品道。所谓正见、正智、正语、正行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谓苦出要地。如是比丘，有此四谛，实有不虚。世尊所说，故名为谛。诸有众生，二足、三足、四足，欲者、色者、无色者、有想、无想者，如来最上，然成此四谛，故名为四谛。是谓比丘，有此四谛，然不觉之，常处生死轮转五道。我今已得此四谛，从此岸至彼岸，成就此意，断生死根本，更不复受有如实知之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今有四谛法，如实而不知，轮转生死中，终不有解脱。如今有四谛，已觉已晓了，已断生死根，更亦不受有。若有四不知众，不得此谛，不觉不知，便堕五道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作方便，成此四谛。如是，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有此四法，多饶一人，云何为四？第一法者，当亲近善知识；第二者，当闻法；第三者，当知法；第四者，当法法相明。是谓比丘，有此四法，多饶一人。是故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此四法。如是诸比丘，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
依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而时世尊告阿难曰：若如来出现于世时，便有似未曾有法出现于世，云何为似？此众生类多有所着，若说不染着法时，亦复承受。念修行之，心不远离。若如来出现于世时，有此似未曾有法出现于世，是为出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复次，阿难，轮转不住，恒在五道，正使欲说法时，亦复承受，心不远离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有此二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复次，阿难，此众生类恒怀骄慢，不去心守，若使说法，亦复承受，心不远离。然复，阿难，此众生类恒怀骄慢，不去须臾，设复说法时，亦复承受，是为第三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复次，阿难，此众生类无名所缚，设复说有名法时，亦复承受而不忘失。若复，阿难，说此有名无名法时，而心意柔和，恒喜修行，是为阿难。若如来出现世时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若有多萨阿杰现在时，便有此四未曾有法出现于世。是故阿难，当发喜心向如来所，如是阿难当作是学。尔时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依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我今当说旦，亦当说持旦人，亦当说旦因缘，亦当说舍旦。汝等比丘，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。我今当说。诸比丘对曰：如是世尊。是时诸比丘从佛受教。世尊告曰：彼云何为旦？为五圣因识。云何为五？为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识因，是谓为旦。彼云何持旦人？所谓持旦人者，人身是也，字某、名某，如是生，食如是食，受如是苦乐，寿命长短，是谓持旦人。彼云何旦因缘？所谓旦因缘者，爱着因缘是，与欲共聚，心不远离，是谓旦因缘。彼云何当舍离旦？为能使彼爱永尽无余，以除以吐，是谓舍旦。如是比丘，我今已说旦，已说旦因缘，已说持旦人，已说舍旦。然诸如来所应行者，我今已办。若树下、空处、露坐、常念坐禅，莫行放逸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当念舍众旦，更莫造新旦。旦是世间病，舍旦第一乐。亦当除爱结，即舍非法行，尽当舍离此，更不复受有。是故诸比丘，当作方便舍离于旦。如是诸比丘，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依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
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有此四生，云何为四？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彼云何名为卵生？所谓卵生者，鸡、雀、鸟、雀、孔雀、蛇、鱼之属，以子皆是卵生，是谓卵生。彼云何胎生？蛇欲界天及人之类畜生，至二足虫，是谓胎生。彼云何因缘生？所谓腐肉中虫、侧中虫、如湿中虫，如是之属，皆名为因缘生。彼云何化生？所谓天、地狱、恶鬼、若人、若畜生，是谓化生。是谓比丘，有此四生，诸比丘舍离此四生，当求方便成四谛法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尊者舍利弗、尊者目犍连在罗月城迦兰陀竹园所。尔时舍利弗告诸比丘，世间有此四人，云何为四？所谓第一人者，与劫相随，然内有劫而不知；或有一人与劫相随，然内有劫如实知之；或有一人不与劫相随，然内无劫如实而不知；或有一人不与劫相随，然内无劫如实知之。诸贤当知，第一人者与劫相随，然内有劫而不知，此二有劫人中，此人最为下贱。所谓彼第二人与劫相随，内有劫如实知之，此人极为妙。彼第三人不与劫相随，内无劫如实而不知，此人于二人无劫人中，此人最为下贱。所谓彼第四人不与劫相随，内无劫如实知之，此人于无劫人中最为第一。诸贤当知，世间有此四人。是时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：有何因缘有劫相随人？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。复有何因缘此二无劫人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舍利弗对曰：彼与劫相随，内有劫如实不知，彼人作是念，我当作镜像。彼便思维作镜像，当作镜像时，便起欲心，起欲心已，便有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心而命中。尔时不求方便，灭此欲心，便有嗔恚、愚痴之心而命中。目连当知，犹如有人意识买得铜器，尘土垢笨，极为不净。彼人不随时磨拭，不具时净洗，然彼铜器倍更生垢，极为不净。此第一人亦复如是，与垢相随，内有劫如实不知。彼便作是念，我当思维净想，以思维净想，便生欲心；以生欲心，则有贪欲、嗔恚、愚痴而命中，不求方便，灭此欲心。彼第二人与劫相随，内有劫如实知之。我今可舍净想，思维不净想；彼已舍净想，思维不净想；彼已思维不净想，便不生欲心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不急者急，便无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。
亦复无解而命中，犹如有人从室中买得铜器，尘垢所染，彼人随时修治，荡气使静，此人亦复如是，与劫相随，内有劫如指之之，彼人便舍净想，思维不净想，彼思维不净想，更求方便，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不作证者而令得证，以无欲心，无嗔恚，愚痴而命中，是谓目连。由此二人与劫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。目连曰：复以何因缘使此二人不与劫相随，一人下贱，一人最妙？舍利弗曰：彼第三人不与劫相随，内无劫，如实而不知，彼便作是思维，我不求方便思维，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不作证者而作证。彼人有欲心、嗔恚、愚痴所缚而命中，犹如有人意识买铜器，尘垢所染，然不随时洗治，亦不随时修治，此第三人亦复如是，不与劫相随，内无劫，如实不知，亦不作是学，我当求方便灭此诸劫，而有贪欲、嗔恚、愚痴之心而命中。彼第四人不与劫聚，内无劫，如实知之，彼便作是思维，求方便，不得者得，不惑者惑，不作证者令作证，彼以无此劫而命中，犹如有人意识得好铜器及净劫，附加随时修治其器，尔时彼器备附净好，此第四人亦复如是，不与劫相随，内无劫，如实知之，彼作是思维，求方便，不惑者惑，不得者得，不作证者而作证，彼便无劫时，贪欲、嗔恚、愚痴身患命中，是谓目连。由此二人不与劫相随，内无劫，如实知之，一人为上，一人下贱。是时尊者目连问舍利弗曰：何以故名曰劫？舍利弗曰：目连当知，恶不善法，起诸邪见，故名为劫。或复有人而作是念，如来问我意义，然后与诸比丘说法，不问与比丘意，而如来与比丘说法，或复有时，世尊欲与比丘而说法，然不欲彼比丘，如来说法，如来不欲我与比丘说法，或有不善，或有贪欲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句不善。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：我恒在诸比丘前而入村起时，不使于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起时。或有事时，于比丘在前而入村起时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而入村起时。我不在比丘前而入村起时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句不善。目连当知，或有事时比丘作是念：我当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于比丘先比丘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或复有时于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不使彼比丘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。我不在比丘前坐，先前受水，先前得食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句不善。
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：我时已于檀越说法，不使于比丘时弃于檀越说法。或复有时于比丘时净于檀越说法，不使比比丘时净于檀越说法，不使我时净于檀越说法。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：我当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于比丘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或复有时于比丘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于比丘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，不使我至园中与长者婆罗门说法。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：我今犯戒，使诸比丘不知我犯戒。或复有时比比丘犯戒，诸比丘知此比丘犯戒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：我今犯戒，不使于比丘欲我言犯戒。或复有时比比丘犯戒，于比丘欲我言犯戒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或复有时比比丘作是念：我今犯戒，使清净比丘告我，使不清净比丘告我。或复有时不清净比丘告彼比丘言：彼比丘犯戒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或复有时比丘作是念：我今犯戒，若有比丘告我者，当在平处，不在大众之中。或复有时比比丘犯戒，在大众中告于，不在平处。比丘复作是念：此诸比丘在大众中告我，不在平处，既有不善，又有贪欲，此二俱不善。目连当知，此诸法之本兴起此行者，名为结使。目连，复知诸有四部之众，犯此行者，皆共闻之。虽言我行阿赖若，在娴静之处，正使着五那衣，横行乞食，不择贫富，行不足报，往来住止，坐起动静，言语默然。比比丘作是念：使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塞诸梵恒者，恒来供养我。比比丘虽有是念，然四部之众亦不随时供养。所以然者，以比比丘恶不善行未除故，见闻念之，犹如有人以铜器即为清净，复以不净盛着铜器中，复以余器盖其上，持行一国界。众人见已，问彼人曰：君所持者是何物乎？我等欲得观见。是时众人速记积简，谓乎是好饮食，寻发气看，然是不净，皆共物见。此比丘亦复如是，虽有阿赖若行，随时起时着五那衣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彼虽生此念，欲使诸梵恒者随时来供养，然复诸梵恒之人不随时供养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恶不善法，结使未尽供。目连当知，诸有比丘无此恶不善法，结使已尽，见闻念之，虽在成棒行，犹是持法之人，或受人请，或受长者供养，比比丘无此贪欲之想。是时四部之众及诸梵恒者皆来供养。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行清净故，皆
见闻念之，犹如有人友好铜器，盛好饮食，气味极香，复以物盖其上，持行一国界。众人见已，问彼人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我等欲得观见，时寻发观，看见是饮食，皆供取食。此亦如是。比丘见闻念之，虽在成棒行，受长者供养，彼不作是念，使诸梵恒者来供养。然复诸梵恒者皆来供养之，所以然者，以彼比丘恶不善行，以除尽故。是故目连以此诸行故，名为结识。是时尊者大目犍连叹曰：“善哉善哉，舍利弗，所以然者，我昔由此罗月城迦兰陀竹园所，道时着衣持钵入罗月城乞食，至彼车师舍，在门外默然而立。是时彼公师手执斧而着财，是时更有长老公师有少事缘来至此公师舍。是时彼公师修制财板，是时彼老公师而生此念：此小公师着财如我亦否？我今当观之。是时彼公师所闲之处，彼公师进取着之。是时彼老公师甚怀欢喜而作是念：善哉善哉，卿所着财尽如我意。此亦如是。诸有比丘心不柔和，舍沙门恒，心怀奸伪，不从沙门之法，性行粗疏，不知惭愧，强言耐辱，为卑贱行。吾有勇猛，或喜多忘失，不意所行，心意不定，所作错乱，诸根不定。然今尊者舍利弗观察性行矣，而修治之。诸有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，甚恭敬戒，不舍沙门贤圣之法，无有患为，不行足报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伤人意，心恒一定，无有是非，诸根不乱。彼闻尊者舍利弗语矣，便自承受，亦不忘失，犹如若男若女，端正无双，即自沐浴，着好花香，兼用涂身。若复有人复加以优钵花，持用奉上，彼人得以即着头上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此亦如是。若有族姓子以信坚固出家学道，恭敬于戒，不失沙门之法，无有患为，不行足报，心意柔和，言常含笑，不伤人意，心恒一定，又无是非，诸根不乱，彼从尊者舍利弗闻是语矣，甚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，而受其教。如此诸族姓子说此法教。尔时诸贤各个闻其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己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此四果，云何为四？或有果生而四熟，或有果熟而四生，或有果熟而四熟，或有果生而四生。是谓比丘，世间有此四果，世间有此四人，亦复如是。云何为四？或有人熟而相生，或有人生而相熟，或有人生而相生，或有人熟而相熟。彼何等人生而相熟？或有人往来行步
不行足报，眼目视瞻横随法教，着衣持钵，亦复随法行步，视地步，左右顾望，然复犯戒，不随正恒，时非沙门而似沙门，不行犯恒而自言行犯恒，尽坏败正法，根败之种，是为此人生而相熟。彼云何有人熟而相生？或有比丘性行似疏，视瞻不端，亦不随法恒，习左右故事，然复精进多闻，修行善法，恒持戒律，不失威仪，见少非法，便怀恐惧，是为此人熟而相生。彼云何有人生而相生？或有比丘不持禁戒，不知行不礼节，亦复不知出入行来，亦复不知着衣持钵，诸根错乱，心着色声香味细滑之法，彼犯禁戒，不行正法，不是沙门而似沙门，不行犯恒而似犯恒，根败之人不可修饰，是为此人生而相生。彼云何有人熟而相熟？或有比丘持禁戒限，出入行步不失时节，看事不失威仪，然即精进修行善法，威仪礼节皆悉成就，见小非法便怀恐怖，况复大者，是为此人熟而相熟。是为比丘，世间有此四果之人，当学熟果之人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今日空中有随兰风，舍腹有飞鸟指彼者，若乌鹊鸿狐指彼风者，头鞋与翼各在一处，此间一比丘亦复如是，舍禁戒衣作白衣行，是时三衣钵器针筒六物之属各在一处，犹随兰之风吹杀彼鸟，是故诸比丘当修行犯恒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己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比丘当知，有此四鸟，云何为四？或有鸟声好而行丑，或有鸟行好而声丑，或有鸟声丑行亦丑，或有鸟行好声亦好。彼云何鸟声好而行丑？居止罗鸟是也。是为此鸟声好而行丑。彼云何鸟行好而声丑？所谓鸷鸟是也。是为此鸟行好而声丑。彼云何鸟声丑行亦丑？所谓枭是也。是为此鸟声丑行亦丑。复有何鸟声好行亦好？所谓孔雀鸟是也。是为此鸟声好行亦好。是为比丘，有此四鸟，当共觉之。此亦如是，世间亦有四人四鸟，当共觉之。云何为四？于是或有比丘颜貌端正，出入行来着衣持钵，屈身俯仰，威仪成就，亦复不能有所讽诵诸所有法，
初善、中善、净善，不能成法之教，亦复不能善讽诵读，是为此人行好而生丑。复有何等人生好而行丑？或有衣比丘出入行来，屈身俯仰，着衣持钵，微一步成就，横号广说，然复彼人精进持戒，闻法能知所学，多闻诸所有法，初善、中善、净善，义理深邃，具足修梵行，然复彼法善持善诵，是为此人生好而行丑。复有何等人生丑行亦丑？或有一人犯戒不精进，亦不多闻，所闻便失，彼人于此法应具足行梵行，然不肯承受，是为此人生丑行亦丑。复有何等人生好行亦好？或有比丘颜貌端正，出入行来，着衣持钵，不左右顾视，然复精进修行善法，然戒律具足，见小非法尚怀恐惧，何况大者？亦复多闻，所受不忘，诸所有法初善、中善、净善，修其善恒，如此之法善讽诵读，是为此人生好行亦好，是为世间有此四人，在世间者当共觉之。是故诸比丘当学生好行亦好，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闻如是，依师佛在舍卫国其数几孤独园，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种云，云何为四？或有云雷而不雨，或有云雨而不雷，或有云亦不雨亦不雷，或有云亦雨亦雷，是为四种云。世间四种人而相云，何等四人？或有比丘雷而不雨，或有比丘雨而不雷，或有比丘亦不雨亦不雷，或有比丘亦雨亦雷。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？或有比丘高声诵习所谓契经起业受觉记本末因缘，以说生经诵方等，未曾有法，譬喻如是诸法善讽诵读，不失其意，不广与人说法，是为此人雷而不雨。彼云何比丘雨而不雷？或有比丘颜色端正，出入行来，禁止之仪皆悉具之，修诸善法无毫厘之失，然不多闻，亦不高声诵习，复不修行契经本末受觉记因缘譬喻生经方等，未曾有法，然从他受亦不忘失，好与善知识相随，亦好与他说法，是为此人愚而不雷。彼何等人亦不愚亦复不雷？或有一人颜色不端正，出入行来，禁止之仪皆悉不惧，不修诸善法，然不多闻，亦不高声诵习，复不修行契经至方等，亦复不与他说法，是为此人亦不愚亦不雷。彼有何等人亦愚亦雷？或有一人颜色端正，出入行来，禁止之仪亦悉惧之，好喜学问，所受不失，亦好与他说法，劝进他人，令使承受，是为此人亦愚亦雷。是为比丘，世间有此四人，是故比丘
当作是学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帝饶益阿难，众旦四生劫，四果随蓝风，四鸟雷在后。增一阿含经卷第十七。